巡航前，清明二煞突然抽上去，把一名男子团团包围，抓住衣服和手，再拿出安全帽、水果刀往头部狂砸猛敲。被害人被打到头晕目眩，双脚不停用力抵抗，甚至外套也被扯掉，人最后还是被推进休旅车后座载走了。新市区一间通讯行前，突遭无姓犯嫌等七人以安全帽和水果刀殴打，并强压上车。这起掳人案发生在台南市新市区，债主派小弟到处找人，果然在通讯行发现被害人。他因为积欠4万元并不见面，手机也不接，人间蒸发。一发现后立刻扣人来，二话不说拿出给息，把人痛扁一顿拖上车，最后再把人半路丢包。警方一小时内调阅监视器，迅速把人逮捕。于一小时内，其于本市新市区等两处查缉无姓犯嫌等七人到案。4万块钱金钱纠纷，就用安全帽、水果刀把人痛扁一顿，还掳走半路丢包，清明二煞气焰太嚣张，最后被依照伤害和妨害自由罪移送法办，吃牢饭，好好反省。记者观察王书宏台南报道。上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船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